担任护管员40年的余长强，深信森林保育要从社区做起。除了山林巡视和道法查缉外，他也在各个地方小学及部落推广环境教育，让台湾的好山好水能够永远延续。人生的过程就是在学习，在社区服务就是要为地方服务，不管是在林班地还是在保留地，我们都需要去帮忙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每一件事情都很用心去把它经营就对了。快乐的去面对是承担，用痛苦的面对是负担，去做就对了。